这里是浩瀚的宇宙。奇遇县春日部，为了迎接真正的暑假，我们准备要搭上新干线往九州出发前进。可是爸爸没一起回娘家，外公跟外婆一定会很难过吧？不要用这种会令人误会的说法。我们这次呢是配合爸爸的出差行程一起去熊本，而且这次不是回娘家，是要去拜访妈妈的儿时玩伴。你们两个人都要给我乖一点哦。小新一家人暑假一星期，要去拜访美牙住在九州的老朋友戴戴子的家。熊本，熊本，哦，这里这里，你们一定累了吧？从中途开始就睡着了，所以感觉怎么了？我想他是在体会一下子有多久吧。一行人抵达的地方是熊本车站，但是目的地距离这里还有两小时。因为戴戴子的家是在美牙老家阿苏隔壁的隔壁的阿素小镇。哎，在那边鬼鬼祟祟的一家人。哎，真了不起，挺厉害的嘛。这位年轻貌美的太太。什么？您是在说我吗？你们要不要用用看 B 公司自豪的划时代大发明呢？喂，我想吃花桂。是发明，人家是在问我们要不要试用他的产品。我们可以免费收下这个吗？怎么可能有这种好康的事？总觉得有点可疑啊。不不，当然不用钱，请你们使用一星期后告诉我感想就可以了。好可疑哦。这是依据我毕生的专题研究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将古代传说的事物用想象力穿越到现代，是现代科学的精髓，也是浪漫。那么拍张纪念照吧。哦，好。来，下一个。神秘男子按下快门后，伴随着奇怪的声音，地面竟然像海市蜃楼般扭曲起来。喂，奇怪，我到底在哪里？小新，你在说什么？你该不会是在做白日梦吧？你们觉得如何呢？这款划时代又不可思议的相机，可以把拍到的照片印成图画贴纸，让人贴在日记上，是不是很棒的发明啊？
真的变成图画了？难道是像变魔术那样藏了什么手法或机关吗？要多用一阵子才知道，现在还搞不太清楚。是一群凡夫俗子，根本不懂我的发明有多厉害。没关系，反正他们很快就会臣服在那股压倒性的力量面前。加速で旅に出たのさ。渡り鳥と星の海、とても暑い夏の日に空が映る水たまり、ひまわり畑夕立、笑い声と日焼け跡。でもね、行き先知らない、ほうき星真昼の月。野人一家抵达阿宿，却在车站前遇到了一场小骚动。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是这里的遗迹里发现了骨头。在遗迹里发现骨头不是很常见的事吗？不不，听说发现的居然是恐龙的骨头。恐龙？这里有古坟时代的遗迹，从那座人住的古坟时代遗迹里挖出了恐龙的骨头。呆呆子，好久不见了。你们好啊，请多多关照。广志先生也好久不见了。小新和小葵跟我是初次见面吧？你好，我是小新。美伢跟广志从很久以前就承蒙您的。小新，这位是呆呆子姐姐，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换句话说就是儿时玩伴。完蛋，那玩配卤蛋呢？是玩伴，意思是我们从小就常在一起玩。请多指教，你们也看得出我家是开食堂的，不过没有卖肉丸和卤蛋哦。凉凉子，你长大了耶，现在已经是国中生了吗？美伢姐姐，好久不见了。是不是长大了很多？人家常说爱睡的孩子长得快。爱睡的孩子长得帅？那是长相。
鼻子很长很长啊。那是大象。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小新和小葵，请多指教。大象，大象。大象，不好意思，让你们大老远跑来这里。没关系，我是来帮儿时玩伴的嘛。谢谢你，那就拜托你咯，儿时玩伴。他是这周临时无法过来帮忙吧？心里那张照片上面的大帅哥。那张照片是一号先生，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是三号哥哥。哦，差点忘了，这位存在感薄弱的人是我爸爸。请多多关照，欢迎你们来。我女儿们就是这样，请你们别拘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生活吧。总编经营一间小小的报社，在后面有一栋楼。左边，不是左边，是总编，是负责统整新闻的工作。你有主编以及社长等各式各样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固定变成总编。话说回来，这里为什么叫火山食堂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姓氏是火山。顺带一提，总编叫火山手，但是那个名字就算忘了也无所谓，我们都叫他总编。总编，好过分的说法，我女儿们嘴巴真的很坏。是，不对不对，没有那回事。总编的小确幸就是工作完后在这里喝一杯，只要不妨碍他小酌，我们爱怎样就怎样。哎哎，才没那回事呢。就是这样，演员家的各位请多多指教，小白也多多指教哦。
门好像这会通往哪里呢？这里是袋袋子和凉凉，不过小新的身高不够高，手够不到门把。差不多该吃晚餐了。我开动了，我开动了。
我吃饱了，我吃饱了。小心，晚上千万不可以出去哦。如果想出去的话，妈妈会陪你，记得叫我。我叫我呢。野原一家借住在代代子家里，每天晚饭过后，都会听到一名女子的声音随风传来，是隔壁的邻居青山琪在念故事书给孩子们听。好了，今天的故事怎么样？好听吗？妈妈，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晚安，这孩子是我姐姐朋友的小孩，叫小新。嘿嘿，还记得我吗？我们刚刚在车站前见过面。你会不会很好奇恐龙的骨头是怎么来的？暑假期间会暂时待在这里，睡在我们家二楼。你和我们家的孩子们差不多大吧？你们两个要好好跟人家相处哦。来，自我介绍。晚安，我叫风剑，乘风破浪的风，人见人爱的剑，是不是很帅啊？我叫妮妮，是霓虹的意思。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棒啊？不是泥巴的。奇怪，总觉得好像他真的不一样。这时候，小新发现，他们和风间还有妮妮好像。每晚我都会在这里，像这也欢迎你过来玩。那只恐龙是个女孩子，名字叫艾尔，身体的长度是人类的十倍以上，是非常巨大的生物。虽然像年轻女性一样，在手脚上装饰着大大的胡子。晚上跑太虽然像年轻女性一样，在手脚上装饰着大大的花瓣，
还有美丽又好看的蕨类根茎，但是对小型恐龙迅猛龙来说太大只了，让他们觉得很害怕，还被美丽的有羽毛恐龙们说很俗气。艾尔真是太可怜了。带袋子每晚的例行公事，就是要看非常感人的肥皂剧，然后一边拭泪。小新好像有点想睡觉了。晚安，赶快睡吧。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昨日の次だ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の3那么我开动了我开动了吃饱了。
小心！喂，気になるニュースから、時代の変化を。
是这个哦，你有这是谁的
喂，这里是带，不过欢迎光临。知道跑腿的评价怎么样？来问问看吧。完成一趟跑腿，就能得到一颗星。现在评价是一颗星，这样不行啦，太让人失望了。Thank you.
小心。好了，梅子加油，下周末一定要找她约会。真是积极耶，我现在马上就可以陪你约会啊。你是谁？我叫做圆圆新之助，五岁。大姐姐，你喜欢吃青椒吗？吃纳豆的时候会不会加葱呢？这孩子真奇怪。大姐姐，你叫什么名字？黑发梅子。我是大学生，现在在这间报社打工。小心，请多指教。打工族兼编辑助手，梅子姐姐登场了。他的梦想是让这间潦倒的报社变得像以前一样繁荣。如果靠你的力量让这间报社的销量再度变高的话，如果靠我的力量奋斗的话，姐姐就跟你约会。当作练习人生中的第一场约会。于是，小新的暑假目标就是和梅子姐姐约会，希望会成真。但是，梅子姐姐只是工读生，却这么为公司着想，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